主料：下头牛肉丸180克，白菜100克。辅料：水三花、油、盐、姜片、下头牛肉丸。材料备齐，切，洗备用中。水煮沸后，加入牛肉丸和姜片，盖盖子用大火煮至牛肉丸完全膨发，加入白菜炒均，加入盐盖盖子煮三分钟即可。起锅，完成了。烹饪技巧，火锅吃的话更适合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